多处的公园，那都是游乐器材都是用塑胶制品去做成的。说虽然塑胶制品很方便，但并不环保，而且也很难在大自然中被分解掉。所以现在台中是慢慢在推动不使用一般塑胶的游乐器材，而取代是安全又坚固的模式。磨石子的，所以如果未来还要再重新建游乐器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想要安全又坚固的磨石子。好，所以希望用磨石子的。好，那这个又来先跟你回答这个问题哈，因为其实这几年，市府已经朝向用磨石子的这种的游乐的设施。那就像我们步行公园，那也是幼联阿姨争取预算，然后这样做。所以你讲的这个塑胶的罐头游戏器材，会逐年的来淘汰它，这是一个趋势。对，那幼联阿姨会来努力，好吧？好。现场。